吸了点痰了。你摸他的那个啥东西擦？哟，你拉到我，不拉到干面，干面到现在来了。在哪买的？插到胃里。嗯这是在听听插到哪儿，插到胃里了还是插到肺里了？插胃里了。插胃里边了，对吧？给咱们李世英一个特点。我这祸不单行，花好几作品都做了没气儿。这个又把我抖音给我封了，好几天粉丝了，当天都给我封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把那个油倒他肚里边，倒胃里边，然后慢慢下去，就把那个积水带出去。这一瓶多少毫升啊？500毫升吧？500毫升吧？上路。500毫升。漏啊！今天灌上这个马，明天应该就见好转了啊！不拉粪，肚大。两瓶噔噔噔噔下去了。倒点水冲一下这管，开始拔管了啊！看这管拔有多长，下去有多长，下去有一米多吧。下一米多长，这人做胃镜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好了，但愿这个马明天能够康复啊！这马多大年龄了？这个马？一年了，刚是小马驹的。